东啊，或者是高雄的，是不是请你们把队伍带到后面去？高雄的在哪里？来，那个我们高雄的过来哈，往北平西路，对，跟着车龙走哈。从高雄来啊！哦，我们希望这边从高雄来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过来？来，大高雄总部。好，在北平西路这一侧，你们看到哈，我们最前面的，我们最前面的国三机油团体，所以呢，工会的部分，请你们往后走，往后走。
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哪一个团体？没有，我们桃园县总业工会。桃园县产业工会。请问哪一位是那个总招？我访问一下。没办法，因为他上那个指挥车没办法。那我可以访问谁吗？没有。现在都大家都在忙。那你们这个我看到你们很特别的放了很多青菜，这个是怎么样啊？我都涨，各位，油电双涨，薪水不涨。哦，所以你就把它带出来了。看到是是是。林西路那边主要是以 NGO 还有南部上来的工会为主，请你们到时候跟着一号指挥车，行程到时候听从一号指挥车指挥。你们的前八会是我们的全国官长连线，他们走到怀民路的时候会开始会办，他们会开始会办，所以呢动作会比较慢一点，希望大家到时候以肃穆的心情支持他们。你们到时候听从一号指挥车，我这边这个是二号指挥车，二号指挥车就是从我们荣电开始一路向下，所有的工会团体，包括荣电工会、北市产总、新竹产总，还有我们桃园工会，等一下就会听从我们二号车的指挥。我们二号车等一下会留在全场在这边，一号车他会带着，会跟着官场连线的跪拜队伍前进。